怎么样唱歌才能不跑调呢？哆来咪发嗦拉西。首先呀，你要知道唱歌为什么会跑调，那是因为你对这七个音呢没有音高概念。第二个，任何歌曲呢都是由这七个音随意组成的。第三个，想要音高概念，就要解决这七个基本音的问题。那接下来我来告诉你怎么去做。第一，手机上面下载钢琴软件，因为只有钢琴才是固定音高的乐器。第二个，找到屏幕当中的 C4， 依此类推的先唱后唱。我来给大家做个示范。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哆哆西拉嗦发咪来哆。任何歌曲呢都是由这些音组成，只要你把这七个音认识了，唱准了，就没有任何问题了。